在老家养十只鸵鸟能不能赚钱，又能赚多少钱？一只鸵鸟苗的成本在500块钱左右，一年的饲养成本在1300块钱左右，养一年200斤，200斤的鸵鸟可以出40%的纯肉。现在一斤鸵鸟肉市场价格是65块钱一斤，那么一只鸵鸟就能卖到5200块钱，10只就是5.2个 W。